水杯，这个没有掉哦，厉害哦，哦哟，稳呢，哦，我这边有掉两个，是哪一位选手？好，总之呢，大家呢在下车的时候也是注意一下自己的水杯，看看呢有试了多少格，那这个部分也会有扣分的动作。哦，累爆了，天哪！所以如果呢，各位逃兵呢，逃到不想让他们出来都快要不能呼吸了，太久没有运动。想要了解的话，不错了，这是个不错的体验。今天的成绩3分05秒，算是前段班了，不闹苦，不。他是去年亚军的选手，今年想要啊拿下冠军。另外呢，蓝色背心的庄宇镇选手，哇，六块腹肌，好帅啊！接下来黄色背心的大车巨洛，他很淡定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现在呢在起跑点那边。如果准备好的话，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单人计时赛，单人计时，一战就定胜负了。对，但是我要在这边提醒一下哦，就是单人组我们现在的决赛增加了，因为更多的关卡哦。就是我们一开始不是先把小朋友放到我们的安全位置之后，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拼图。现在我们看到红色的那个区域，它有6个纸箱，要记得完成哦。上面是1、2、3，下面是4、5、6。把这个拼图完成之后，才能够进行上货动作。哦、那完成上货，拼好之后还要上货哦。哇、哦，这是决赛的增加的关卡，难度，然后才能够上货。好的，要先把它拼好。是的，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规则了，准备就绪了。听讲员倒数，听到枪声才可以开始起跑。倒数3。2、1，Go！ 决赛登场了！哇，非常令人期待。2019与宋祖英转职的挑战赛的单人组的冠军会是谁呢？好，现在看一下拼图，拼图这样考验的是脑力。他的动作就是快很准。好 ，OK， 裁判说可以上货。上货！哇呀，一起聊的好 man 啊！爆了，直接叠起来有没有？真的，我的小宇宙都大喷发了，好期待，好期待，好期待。好，现在呢，刘宇辰已经是上车，然后安全带也系好，手刹车放下去。现在呢，红色1号车道这边已经是出发了。好，2号也准备出发。好，2号庄宇镇选手。3号的大车菊若呢，也是不急不徐的来准备了，拉起安全带，然后我们出发了。哎呦，完成绕锥了哈！哇，刘宇辰。是的，那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去年第一届的比赛单人组的，其实前4名都有来参加这次的比赛，哎，他们想要继续挑战。结果呢，第一名的李宇浩，白头发那位资深的老司机，有进到这个前9强，有进到决赛。第二名就是现在在刘宇辰红色背心的1号车道，刘宇辰。要尤宇辰，但是去年第3名的张福堂很可惜，他被淘汰了。比较可惜了。对，那去年第7名的林玉胜啊，今年也有来参赛，可是很可惜也被淘汰了。所以呢，进来的呢是有去年1、2、4名的都进到决赛。哇！对啊，到底是待会第二组要登场的李宇浩可以卫冕成功，还是呢去年第2名的刘宇辰可以复仇成功？也有可能是这一次杀出的黑马，对，第一次参赛，第一次参赛就夺冠，对吧？哎呦，第一次开车就上手，真的好期待哦！我最喜欢看决赛，因为决赛大家的实力几乎都是相当的。刘宇辰已经是要走直线到减速丘了。那这边呢，这个蓝叔啊，对，第2车道的庄宇镇也是到减速丘。那有时候要考验，就是你水有没有跑出来比较多咯，对，因为这个可能差距不到3秒，可能不到哦。现在呢，红色背心的刘宇辰已经把老奶奶给扶过去了，庄宇镇，
非常的温柔，也把老奶奶给扶好救命位，上车之后拉安全带，起步到最后的关卡了，精准回转，回车到指定的位置停好，能够一次到位，哇，几乎完成了，哎呦，好帅哦！ Okay, 哇，这位呢，壮汉就要冲刺，要预先完成了比赛，去年的亚军。不晓得今年有没有机会是拿下这个冠军头衔呢？这个我们出估，它时间真的很快速，可能真的是三分钟之内都有可能哦。我也觉得应该是在三分钟。好，终于这里通过终点，完成比赛了，大车举落，也准备要下车了。三哎呀，这个水漏出来太多了吧？太多了，这个是游玉成的水杯吗？我们给三位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庄一正的水漏出的比较少，不过这个是计时哦，只花了2分51.719秒，超快速的。另外呢，庄一正是3分08.353秒，大成举落是3分19.074秒。哦，游玉成虽然很快，可是他的水杯可能会加秒数，对，可能会加了几个秒数，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最终的一切成绩哦。还是要以大会。今天自在参加，不在得奖。我本师傅上去修来的，没哪个得奖啊。对吧？对吧？然后这一次，我觉得下次你们如果有要来参加的话，就是该注意的地方，其实水不太会洒出来，在开的时候不太会洒出来，就你紧急刹车或者是停车的时候手刹车拉太大力了，才会水洒。还蛮好玩的，我觉得大家来试试看啊，如果前几名都还有奖金可以，然后我今天就是来玩玩而已，谢谢大家了，拜拜。